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已经给了你一个皮肤的温度计，这是正确的使用方法，确保你的额头干净。把温度计按在额头上，站在玻璃面前，等上15至20秒，直到温度计上的颜色改变。温度计上的青色格子是你现在的体温，比如这就是37度的体温。请重复测量你每天的体温，和使用 Google Form 更新你每天的体温。